一个公投案呢，要符合三个基本的要件，一个是一个全民攸关性。那我想这个跟把麦寮港改为国际的工商综合港，基本上是呢跟每个人都有关系，不只是云林，因为它是呢跟提升台湾的经济水准是有关系的。那有呢这个算是一种政治好恶的决定，也希望可以立刻改变现状。如果用这个公投的这个基本要件来看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案是一个非常好的，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。特别是啊，它对于这个整个台湾的工商经济发展很有那个注意。我特别上网去查询过那个这个麦寮港的那个地理位置，刚好正在台湾的正中心，它面对那个大陆厦门港非常非常的近，厦门、福州了，还有呢这个其他的地方，如果要跟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贸易啊，那么算是非常近的，是当初啊，那么为了成立亚太营中心所设立的。我个人对这个亚太营中心有一点感觉，当初我们还在当那个经建会，我是当副研究员，我在那边就负责这个亚太营中心的那个规划，我是处理那法规面的。那当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计划做得非常的大，非常的那个破坏非常大，包括后来的呢这个运筹中心，全球那个运筹中心，这个转型，我觉得我们计划做得非常大，但是呢这个后来就因为太庞大没办法收尾，后来大概就不了了之。但是我觉得当初的规划是对的，如果当初呢能够坚持下去，说不定麦寮港今天就不是这个状态，台湾恐怕也不会是这么的这个经济呢没有好像一直在停滞当中。所以我个人非常赞同将麦寮港重新呢那个让它呢起步，可以带动，不只带动呢云嘉南啊，不只带动这个区域的发展。因为呢如果以这个麦寮港当做一个腹地，那么现在目前为止的交通状况不怎么好，只有61号的那个快速道路跟这个高速公路呢，这个一直到虎尾而已。如果要把它盖那个建设起来，恐怕交通呢还要做非常多的规划。那么重要的就是呢，这个人口的流失，其实云嘉南一直都在流失，嘉义也在流失，彰化也在流失。那刚好呢，这个台中可以做一点那个互补。我想这样的一个提案呢，是一个非常具有呢高瞻远瞩的计划。那么刚刚也特别提到，那个深浚港水深只有16米而已哈，我觉得这个数据让我们非常惊讶。我们有这么好的港口，居然我们都没有把它开发出来，这是我觉得非常这个遗憾的地方。就是呢，整个施政啊，那个眼光还不够远，我觉得是北中南需要这样的一个平衡。谢谢。